것은 이제 그 보통 이제 우승을 목표로 다그 팀이 잡지만 4강을 잡은 건 이제 선수들의 그 동기부여를 좀 높여주기 위해서 그렇게 잡은 거라고. 근데 그건 이제 그동안 청주 대표 선수를 위주로 해가지고 그 물갈이를 갖다가 그 빨리 하는 바람에 그간의 이제 성적은 좋지 않았지만 이제부터 그 선수들이 잘할 수 있는 그런 시기가 왔으니까 앞으로는 성적이 좋아질 거라고 그렇게 예상을 한다고. 当然，四强对中华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目标。看到郑希执教生涯呢，他生涯中最辉煌的应该算是1997年，当时率领韩国国家队拿下了亚洲杯的冠军。而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也曾经带领亚青队，中华亚青队，当时在亚洲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铜牌。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时期启用外籍教练，这也算是30年来史无前例的。邢叔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决定啊，因为本身现在目前。的时间不够多的情况下，他能够执教大概3、4个月。然后我们说外籍教练的这个成果跟一些问题都是存在的，而且这是一个奥运资格赛，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终目标应该要以前进奥运主题，不是说你要打进四强或是什么。其实刚刚也提到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郑教练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云翔你怎么看？是不是要给郑教练一点时间？按照任何的一个情况，绝对要给一个教练比较长的时间，甚至1年时间都嫌短，况是2个月时间。你要看到一个教练功力，我觉得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过我看到这教练的一个效应，我就看到一个问题，在于说国内教练是不是已经产生了问题？本土教练真的有办法有资格可以当我们中华队的总教练吗？还是要聘请外籍教练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个严重的问题。伟霆呢？怎其实么我看？倒觉得说，你按照世界潮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说这个聘请外籍教练的话，不见得就是一个坏事。中国大陆在今年的时候，男女全都是外籍教练，让我们看看韩国人这么骄傲，他也请过外籍。教练，韩国足球到那个时候，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希丁克对创下那种希丁克神话，那个整个韩国把他当成神一样。外籍教练只要会念经就是好教练。外籍教练只要会念经，是对台湾来说，其实台湾篮对于外教练算是，尤其成人队的部分算是蛮陌生的。当然，我就是说，刚呼应伟霆所说，绝对是好教练才能可能聘请来当我们中华队的总教练，任何的运动都是。但我想讨论的问题在于说，那国内的教练是都是在退步当中呢？那当然，你到国内的教练，国外的教练来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从他身上取一些金回来。但2个月，我想问一下严叔，能取到什么金？可能金也取不 来啊。我觉得外籍教练的政策一定是正确的，说你给他多少时间改造、去建造一个球队、军队，然后让多少的国内教练能够学习他的一些战术跟经验，然后转而进而让我们国内教练进步，然后去带中华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我真的觉得没有错。事实上，外籍教练。他会比国内教练要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入到国内整个篮球的一个环境。你只给他3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够。我觉得这个像是新特哈，他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引起当初的那个神话，他花了足足4年，给他4年的时间，在前一届世界杯结束以后就决定要请新特，4年的养出一个泡菜军团。我们只花3个月的时间，想要引出中华队进前4强，我是觉得难度真的，你不给人家时间，炒不出好菜来的。不过另外。原因有就是中华队在接下来，也就是明年其实是没有一个国际赛，所以你要让郑光熙教练需要更多时间，可能要到2到3年。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中华队最近国际赛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呢要启用外籍教练？因为中华队的国际成绩呢，最近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没有几场在亚赛最好的成绩呢是第7名，是2000年之后啊，2000年在上海那届的比赛，严行书也有打，待会可以请行书来谈一下。另外在亚运会的部分呢，其实中华队在最近的成绩也不是非常理想。那最好成绩，1998年的杜亚运会，当时拿下了第5名。2002以及最近的2006年在杜哈亚运呢，都是在第7以及第8名做一个徘徊。所以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一个请外籍教练的时间点？其实我觉得以成绩来说的话，当然是换教练的好时机。但是不是一个请外籍教练的时间点，我觉得值得商榷啊。因为本身刚我们提到外籍教练。担任这个教练的时候，他要进入这个中华队要花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在时间点，你想要用一个外籍教练，我想你不管，就算你请 NBA 的教练，可能也不够时间改造中华队。不过大家可能都把矛指向教练的身上，没有想到说，其实这时间成绩不好的还有很大的原因是球员。当然，我们是讲到说教练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因为当然是换了一个所谓的教练赛，我们中华队的成人队来讲是第一次啊，当然有些期待了。不过我觉得说。
教练问题是一个等于是中破塞，他是要炒这些菜的人。那如果教练今天对的放的位置不对的话，你觉得你今天就算球员再好，你也没有办法。所以总教练跟球员的素质缺一不可，都不能一个比一个差的。我觉得还牵扯到说总破塞，他能够从这个菜篮里面选择什么菜？也许说我们眼中的那个好菜呢，我们眼中哇，这个鲍鱼太棒了，他不想用鲍鱼，他不想用鲍鱼来煮佛跳墙，他只想要一尾那个螃蟹而已。他也许只需要他必须要给他这种权利，让他来挑选他心目中组成球队所需要的球员。也许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明星球员，不是我们心目中的中华队应该有的样子，是你必须要放手给他这种权利，让他来挑他心目中的球员。可是韦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外界是不是放比较没有包袱，他做自己的自由选择。我们把他想的比较好，当然是他没有包袱，因为他没有任何球队带球队或是有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去选择。但是请问一下，郑教练他来台湾来看几场球赛？有些球员也许一直印象中停留在他在亚西那时代的，而阵子有很多好的球员的产生，包含一些球员的表现，他有没有去融入或看到？这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地方。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你现在才开始看球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赛季哪一个球员表现比较好吗？如果他要观察这个赛季中华队的球员，应该从一开始，从杜哈亚运他就开始观察，从现在看十场球就决定中华队名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段 VCR 呢，就要来看郑光教练在经过这段时间短暂的观察之后，他对中华队的一些球员们有什么样的了解？선수들이이제상당히이제많은중들앞에이제운동을하는거기때문에이제그너무이제그그선수들이그너무인기에그민감하지않나하는그런생각이들고그전보다는확실히이제한단계그기술적인면에서는업그레이드가됐다고부족한것은좀그선수들이좀그농구라는거는이제한것도있고뭐구준일도있고이런데대부분의선수들이뭐누구라고집어서일은안하지만좀구준에좀그동안시야는말하자면리바운드라든가무슨루즈볼캐치라든가남을어시스트해준다든가이런게조금부족하잖아이렇게보여진다고郑教练讲的比较含蓄，不过他说现在球员都有明星价，但是一堆明星球员集合起来，大家都是各队的一哥，要来做苦力。其实这个。这个问题在以前的国家也会发生，以前的国家队也都是那个各的一哥啊。对，只是说你要把所有，比如说像信安、志杰、守正等得分型的球员都在一起的话，其实他们功能会被相抵触的。嗯哼。而且没有功能性的球员的话，就代表这个教练没有办法去执行某一些的战术，因为他们大部分最擅长就是得分而已。不过对于选人的问题来讲的话，其实带教练来讲，刚严肃员讲到，其实教练。困难是说你好的球员当然一定要给他得分嘛，得分的为第一优选，不过你说单单选只会抢篮板或只会做卡位挡人的话，那你不够资格入选到中华队，所以在这个功能性球员选择方面来说，也是在考验郑光喜教练他的一个选材的能力。我想这个郑光喜教练他要求的东西很简单，那事实上都是篮球的基本动作，他没有要求说你做一些那个不是跟篮球基本动作无关的东西，他要求都是像打篮球最基本的一个观念。这些明星球员我相信啊，这个任何的国家队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会选一些球队的二流球员来进国家队吗？不可能嘛，任何一个国家队他选的一定都是这个一哥。他像是这个我们拿这个今年亚锦赛的冠军西班牙队来讲好了，那他选的包括卡斯托，那包括卡拉霍萨，包括这些所有在那个西班牙联赛当中这个一级球员来了以后到国家队不是怪做苦工，连托卡斯托他都愿意抓篮板，愿意防守，拼到眼泪都流下来，这个脚都已经快断掉了，对，这样子还去愿意拼，这是球员心态上面的问题，而不是在于说这些球员会不会做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球员跟教练信任是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就是意念，这个意念呢让教练来贯彻是最好的一个正确。不过这个时机刚刚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请韩籍教练的一个时机呢，以台湾现在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如果要换外籍教练的话，换韩籍教练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目前中华队的球风来说，他是属于一个快线以外线进攻为主的球队，但如果你真的决定要换教练，换韩籍教练是最适合中华队的球风的。好，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马上要来看的就是郑光喜教练经过这短暂时间的观察后，他对中华队在自己口袋名单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